当年的时候也一般，人人浪费的，这说明路途忙了。但是那说明那个路途比满上的，哪个的这个人太少，你们哪个？现在建设的都是苦，你大家们的咱们家物业的，国家的小区的上，大家不过来嘛，都定期的给，对，因为村长也上不上，当然的你自己也上，上完嘛，你家里别上个你的，当年自己家里没钱，我们上不，当然没钱，我们做完了，都退休。